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未来科技前沿》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一、量子泡沫浴缸、维度跳跃的泡泡乐园；二、机器人心理医生、金属外壳下的温情治疗；三、太阳系游轮、环游火星与金星的豪华之旅。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量子泡沫浴缸、维度跳跃的泡泡乐园。 各位尊敬的时间旅行者和维度探险家们，今天我们要一起跳进一个不同寻常的浴缸——量子泡沫浴缸。请紧握你的橡皮鸭，因为我们即将在泡泡中穿梭于无数可能的宇宙。首先，让我们澄清一点：量子泡沫并不是你在家里浴缸里用来放松身心的那种泡泡。量子泡沫是宇宙结构的一种理论模型，它描述的是在极小的普朗克尺度上，时空本身可能呈现出泡沫状的波动性质。 想象一下，每一个泡泡都是一个可能的宇宙，而你正坐在一个超级微型的橡皮艇上，准备在这些泡泡之间划船。现在，如果我们要在这个量子泡沫浴缸中进行维度跳跃，那可不是件简单的事。你可能需要一台量子计算机作为 GPS，以确保你不会在无限的维度海洋中迷失方向。而且，别忘了，量子世界遵循的是概率和不确定性原则，所以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奇怪的邻居，比如薛定谔的猫。 它同时处于活着和死去的状态，直到你去观察它。但是，让我们回到我们的量子泡沫浴缸，在这里，每个泡泡都是一个宇宙，它们可能拥有不同的物理定律、不同的维度结构，甚至不同的时间流向。这就像是无限多的故事线在同一时间展开，而你有机会跳进任何一个故事中去体验一番。想象一下，你跳进一个泡泡，发现在那个宇宙里，重力是推力而不是拉力。 于是你轻飘飘的在天空中漂浮，而不是站在地面上，或者你跳进另一个泡泡，发现那里的时间是倒流的，你开始年轻化，直到变成一个婴儿，然后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想法。当然，这些都是纯粹的理论和想象。在现实中，我们还没有找到跳进量子泡沫浴缸的方法，也没有证据表明这样的泡泡宇宙真的存在。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科学家们继续探索和理论化，就像孩子们在浴缸里玩耍一样。 科学家们在量子泡沫的想法中寻找着宇宙的奥秘，所以下次当你泡在家里的浴缸里，闭上眼睛，让你的想象力随着泡泡飘向未知的维度。谁知道呢？也许你的浴缸就是通往另一个宇宙的量子泡沫浴缸。只是别忘了，当你回到现实世界时，记得把水龙头关紧，否则你的水费账单可能会像宇宙膨胀一样快速增长。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机器人心理医生。 金属外壳下的温情治疗。当然，我很乐意以一种专业而幽默的方式来探讨这个话题。想象一下，你走进一个温馨而又现代的诊所，坐在你面前的不是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心理医生，而是一台闪着温和光泽的机器人。他的眼睛是两个深邃的摄像头，他的耳朵是高灵敏度的麦克风，而他的心灵，如果我们可以这么说的话，是一套复杂的算法和数据处理系统。 你好，我是 r r 的治疗，你的个人心理辅导机器人，请告诉我你今天怎么了？他用一种平静而不失温情的声音问道。这不是科幻小说的情节，而是我们现代科技发展的一个有趣现象。机器人心理医生或者说人工智能心理辅导应用正在成为现实。他们的出现不仅仅是技术的飞跃，更是对人类情感理解的一种全新尝试。金属外壳下的温情治疗，听起来似乎有些矛盾。 我们习惯于从人类的眼神、语调，甚至是身体语言中寻找安慰和理解，然而机器人心理医生却以他们独特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形式的支持。首先，他们不会累，不会生病，不会休假，也不会有情绪波动。这意味着他们可以提供二十四期的服务，随时待命，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及时的心理支持。想象一下，当你在深夜感到焦虑不安。 而你的人类心理医生可能正在享受他们的梦乡时，这个时候机器人心理医生就像一盏永不熄灭的夜灯，为你提供光明。其次，机器人心理医生不会对你的问题进行主观判断，他们不会因为你的问题而感到震惊、厌烦或者不耐烦。他们的心是由代码构成的，他们的同情是算法的产物，这意味着他们提供的是一种无偏见的倾听和反馈。当然。 我们也不能忽视机器人心理医生的局限性，他们可能无法完全理解人类的复杂情感，他们的同情可能缺乏人类的深度和真实性。但是，正如我们所知，科技总是在进步的。随着机器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些机器人心理医生的情感智商也在不断提高。最后，让我们以一种幽默的方式来看待这个话题，想象一下。 如果机器人心理医生也需要心理辅导，那会是怎样一番景象？他们会坐在另一个更高级的机器人面前，诉说着自己的困惑。今天我遇到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类情感问题，我不确定我的算法是否处理得当。而那个更高级的机器人心理医生则会用他那冷静的声音回答：别担心，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你的编程，看看哪里需要调整。总之，机器人心理医生是我们时代的一个奇妙创新。他们可能不会取代人类心理医生。 但他们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让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同情，什么是治疗，以及在这个日益数字化的世界中，我们如何找到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太阳系游轮环游火星与金星的豪华之旅。各位尊贵的太空旅行爱好者，今天让我们一起驶向想象的星辰大海，乘坐我们心中的太阳系游轮，开启一段环游火星与金星的豪华之旅。 请系好安全带，我们即将起航。首先，我们的太阳系游轮是一艘装备了最先进的反物质引擎和人工智能导航系统的宇宙巨轮。在这里，你可以体验到零重力的舞蹈，与来自各个星球的旅客共进晚餐，甚至在夜晚参加一场在星光下举行的宇宙服饰装秀。我们的第一站是火星，被称为红色星球。在这里，我们将近距离观察火星的沙尘暴，它们是如此壮观。 以至于可以从地球上看到。别担心，我们的游轮配备了最顶级的防护罩，即使是火星上最强烈的风暴也无法影响我们的舒适旅程。在火星上，我们还将参观历史悠久的机器人考古遗址，这些是由早期的探测器留下的，他们在火星表面勘探了数十年，直到他们的电池耗尽。现在，它们被视为火星的文化遗产，吸引着全太阳系的游客前来参观。 接下来，我们将前往金星，一个被温室效应弄得热浪滚滚的地方。在这里，我们不会登陆，因为你知道金星表面的温度足以融化铅。但我们会在安全的轨道上进行一次壮观的飞跃。我们的游轮会提供特制的耐热观景窗，让你能够欣赏到金星那被云层笼罩的神秘面貌。在金星上空，我们还会举办一场主题晚宴，名为“温室效应”的晚餐。菜单上的每一道菜都将以金星的极端气候为灵感。 想象一下，一道以火山岩石为灵感的熔岩巧克力蛋糕，或是一杯模拟金星酸雨的酸梅汤。当然，这样的旅行不仅仅是关于观光，它还是一次关于生态保护和宇宙责任的教育之旅。我们会了解到，为什么我们需要保护我们的地球，避免它变成另一个炙热的金星，或是寒冷荒凉的火星。最后，当我们的太阳系游轮缓缓返回地球轨道，我们将带着满满的回忆和对宇宙更深的敬畏之心。 结束这次豪华的太空之旅。不过，别忘了在离开前，到游轮的纪念品商店购买一些火星土壤样本或是金星云层的三 D 打印模型，作为这次旅行的永久纪念。记住，虽然我们的太阳系游轮只存在于想象之中，但对宇宙的探索和对未知的好奇心是真实的，它驱动着我们不断前进，直到有一天，这样的旅行真的成为可能。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一起探讨了三个令人着迷的科学话题。 量子泡沫浴缸、机器人心理医生和太阳系游轮，在这个充满奇思妙想的世界中，科学家们正不断探索和创新，推动我们对宇宙和人类的理解前进。量子泡沫浴缸带给我们的是无限的可能性，让我们可以想象自己在不同宇宙中体验不同的物理定律和时间流动。机器人心理医生则是对人类情感理解的一次全新尝试，虽然他们无法完全取代人类心理医生。 但他们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重新思考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而太阳系游轮则是一场华丽的太空之旅，让我们梦想着有一天能够环游火星和金星，领略宇宙的壮丽景色。虽然这些话题都是科学的幻想，但它们带给我们的是思考和探索的乐趣。科学是一种不断追寻真理的过程，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其中，提出问题，思考答案。 并与科学家们一起探索宇宙的奥秘。现在，我想问问你们，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你对量子泡沫浴缸、机器人心理医生或太阳系游轮有什么独特的看法？你是否有其他令人兴奋的科学话题想要与我们分享？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和问题，我们期待与你一起展开更多有趣的讨论。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纂、设计、制作，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谢谢大家收看，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给我们节目点赞。